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温度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，所以要学会抓住幸福匆忙脚步，驾驶这一去羡慕。